不做吗？哎，结果第一单来了，你走。没，你站在上面，你在上面了。巧克力蛋，巧克力蛋。好了，妈妈那里是放了丢的，没。好了，可以走。你上面出可以出。这个还需要什么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在上面。面粉。啊！对，米糊。这个锅子。米糊。那锅子丢掉，米糊它就丢了。好。这个擦面粉。面粉好，面粉我自己丢过去。丢对对对 ，OK。萝卜，等下给萝卜。好。来，萝卜在。在巧克力呢？萝卜在这里，萝卜接。啊。嘿，有还需要什么吗？萝卜。好，萝卜。蜂蜜。好。蜂蜜。等一下哦。但我没办法看哦，你们要看哦，蜂蜜。好。有些是用煎的，可以先处理。没有煎的了。没有煎的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锅子在最右边那个。我先上菜哦，不要挡我。好。我不挡。那个菜单是有的吗？来给你们蛋，你们需要什么跟我说。锅子把它丢进去。好。哦。我去送东西，我去烤东西。好。哦，还好这款。你先走。走，我们走。哎，洗盘在哪里？洗盘在左边啊。然后把这，给他搞回去。黄金面粉，来接个。OK， 蜜粉，这不用担心，我拿了。好，我这样了。上菜。面粉蛋，我不会走这路。蜂蜜，粉蛋蜂蜜。需要什么蛋面粉是不是？好，蛋来了。谁接？啊，没关系，有 OK。哎，可以，我接到蛋了。哎，打遍。等一下，要把锅子丢来。锅子在上面，我去拿。好，接到。哇，应该来不及了，擦那张单。哇。啊，好难啊！这好难，有两星，好一点点，一星。丢完这样比较快。哎，这关真的好难哦，史诗难度。对啊。哎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破它了。我们今天已经拼尽全力了。嗯，可以啦。碗没办法丢啦。嗯。它只能直接丢到河里面洗啊。坏掉的丢到河里去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变更厨师，我要改变自己。你要换造型哦？对。你要换那个会有气味的吗？可以直接换吗？传说有，你按暂停它有可以换。嗯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你要换的吗？倒个水。我要这个啦，我的那个在哪？来呢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啦。噔噔噔噔，方形脸巧克力。哇！妈，你叫什么？外星人吧。外星妈妈，老鼠屎喵哈。哎呦，繁星，繁星这个是……我残障，不要骂我，大残的家伙。哎、欸，我们这在宇宙哎、欸。对吧、啊？哦，这又是干嘛、啊？这个920，我猜他一开始应该不会倒数。嗯，那个要寿司的那个吧？之前也有寿司的。要按哦，这个要按。哎，秒数倒数了，不是要接我们要的东西。对，要自己接。巧克力，面粉两个哦，面粉，我这边可以拿。我拿到巧克力蛋，蛋两份蛋。哎、欸，哦，是要从这边拿？对，那个巧克力不用接吗？有，我帮你啊，拿到这一颗，按一下按钮，红色按钮，蛋放了，红色按钮吗？巧克力，红色按钮按一下，按，蜂蜜跟巧克力哦，左上的蜂蜜跟巧克力哦，蜂蜜切了一个，左上蜂蜜哦，蜂蜜跟巧克力呢？有，巧克力，要蜂蜜吗？巧克力不用了，这样才可以有蜂蜜，这样。这可以吗？刚刚我看你巧克力直接放的，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我有切啊。因为我刚刚拿食材，所以要先按。可
可是这个又写说要那个哎、欸，有人要蜂蜜吗？等下，这样当怪怪的，他又要煎呢、欸？没有啊，这不用煎啊，我第二单呢、啊？哦，第二单你就煎啊，就煎一煎，你不能煎吗？煎不了，我放不进去啊。哎、欸，盘子先是要你是搅好了吗？啊，你烤过，你那会不会烤过了、啊？还是巧克力啊？我们先了解这张单好不好？好啊。倒掉了、啊。觉得你那个是不是已经烤好了、啊？烤过了、啊。就是烤过。对啊，是烤过了、啊。可是它煎是煎没有，就是搅好直接煎，不能烤。嗯，不用烤，直接煎。嗯，它洗盘子的地方在哪里？怎么现在左上角那个巧克力蛋糕怎么处理？这样子啊，就是搅好你先搅，你先看啊，先搅对不对？搅之后直接放在煎锅上。這個、直接放煎锅上哦，我懂了。等一下，你看啊，你用。好好，所以要看那个 ，OK。这样啊。到。哦、oh, yeah. ，了解。好，那我们重来。哎、欸，我们就是拿一东西的时候，就先把它拿起来放旁边。可以啊。那进烤箱或者是放那个锅，我来。好。你要煮是不是？对，我会放最后的。那没有你孤单，烤箱的。都要面粉跟鸡蛋，面粉我这边可以拿。好，我拿鸡蛋。啊，鸡蛋那个要煎哦。鸡蛋是要煎的哦。鸡蛋来了。他现在一开始都要搅。蜂蜜。鸡蛋在右边鸡蛋。好的。左边要蜂蜜。左边要蜂蜜。左边蜂蜜，好有水。然后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把蛋拿起来又丢回去。哎、欸，啊，这边都不要再加了，不要，没事，要煎的。这个先拿起来，我备料放这边、啊。哎呀，哎、欸，不要急。那来第三个的话是面粉、鸡蛋，面粉跟鸡蛋其实都可以放，看没有就放。然后巧克力，第三单巧克力。鸡蛋都放了吧？对，盘子在哪？我总会看到盘子。好了，第三单的好了。鸡蛋放旁边啊。我先上菜。巧克力在哪？在这我拿，巧克力我拿。对、okay, ，你拿。第三单的好了啦。哎、欸，我放空盘出去了。这个是错的吗？这个是错的、欸。没有，他送。那谁放的？那倒掉。这里面有四个都。有啊，面粉跟鸡蛋都可以放，面粉跟鸡蛋都可以放。我洗碗。每个都需要面粉跟鸡蛋啊！现在第一单要巧克力，面粉、鸡蛋、巧克力。巧克力我来。面粉缺。巧克力，面粉。啊，右边蜂蜜。我拿面粉，我拿面粉。蜂蜜现在好拿不起来。右边需要蜂蜜哦，右边。好，蜂蜜来了。OK， 等等。搅好之后要烤。